换你。好啊，这个目前的都市人生活啊，嗯，很需要王子。对呀、啊，谢谢。嗯，很大吧？哎，还好啦，大概还可以负荷，负得过来。可以。大部分都是晚上比较忙吗？嗯，大家下班以后是不是？哎，有一些上班族会，有一些上班族对，主要客户族群是。老阿公老妈比较多哦，年纪大了，很多地方筋骨了。那个算什么？复健，对，就是复健，就是复健。所以你这个算是不是我们外面讲的这种跌打损伤这一类的，对不对？你是算是有拿执照的整复师吧？西医的，考试的，对不对？整复师比较属于国术馆，就是外面跌打损伤。哦，跌打损伤的叫整复师，对对对，所以你是复健师，对，复健师，复健师就物理治疗师。哦 ，OK， 治疗师。所以这个你在学校学的也是相关的吗？对，就物理治疗学系，就是物理治疗学系啊。哇，所以除了帮这个老先生老太太，好像也可以帮助运动员，有，或是帮助一些你知道女主持人超酸的，来左边按一下。谢谢。这是怎么搞的？我不晓得怎么搞的。怎么了？我怎么会这样子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帮他治疗一下，来垫垫他。好了，我们这出戏要演多久啊？没有，他这个太有戏份，让我们发挥。来，你往前一点。想要被按呢，拜托。好了，你真的是哪里比较？肩颈这边超酸的，肩胛骨那两条。你这样子可以只有治疗还是也有这个评估、哦、可以评估一下他的状况严不严重吗？可以啊，来试试看。好，请评估。左边右边？两边都是。我又想出手了。你动啊！你可不可以冷静一点啊？哎，不会啊。啊，我很酸哎。还蛮 OK 的。真的吗？那这种是神经病，要我来治啊！我恨你，你以为你有问题，对不对？假装自己很忙，就很累，其实没有，还好。其实是神经病。其实神经病的一种幻想症啊，幻想症、啊哦。好，来看心理医生。好，所以刚刚王子这个讲他的医疗过程有个重点，嗯，老先生老太太比较多哦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不用担心他摸不到一些其他的啊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请王子自我介绍。我们聊很久啊。哎，各位公主大家好，我叫洪伟宁，今年27岁，现在的职业是物理治疗师，然后我的身高是177公分，体重68公斤，水瓶座 O 型，嗯，然后我的感情的优点是我很细心，然后也很有耐心，然后我注意我女朋友每个细节，她有需要什么的话我都会注意到，然后随时帮她补上她需要的东西。哦，耐心。对，耐心的话可能就是她有需要的话我会慢慢的倾听他的诉说，然后尽量的帮他达到他的要求。嗯，好，对。然后我想请各位公主把你的手借给我。Yes, everybody, come on. Yeah, 演唱会要开始了哈。Come on, everybody. 让我们手心贴手心，手心贴手心，心连心。啊，你在冲啥？手心贴手心，我正想这样做，他就给我来个这样。对，要这一招。Ella最会来。好了，可是 Q 你，好了，我再也不 Q 你了。不要再 Q 了啦！对不起，很烦呢。Q 你我好开心，你知道吗？他刚刚是说手心跟他们的手心贴手心，只有 Ella 懂了。我是女生嘛。好了，各位女生你要了解她的感觉哦。这个时候要那一张小卡片，看你想要帮谁做复健？不是啦，爱的按摩啦，人家没问题，做什么复健呢？按摩，爱的按摩，爱的摸摸，先摸摸看有没有哪里有问题啊？看什么？对，没错，就是嘛，不要不正经，你们笑不开心。你讲那个干什么？我就觉得你很不正经。哦，真的吗？好了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是这位女孩呢？因为。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，觉得他很温暖，然后很符合我理想的条件。哦，那就要看看这个王子符不符合这个女生的感觉。各位女生对于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？请选择。哎呦！好的。师傅，他刚刚讲。哦，他这样子。你有没有吐舌头？没有吧？没有啊。对。他是开心的，我神经也有问题。我一看到人家这样子，我就觉得他有吐舌头。没有。好，他没有吐舌头。看看哪些女生灭灯原因为何？来，告诉我贝儿。贝儿，你好，不好意思灭你的灯。那因为我比较喜欢，就是个性比较
就是在阳刚一点的男生，因为你刚刚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阴柔那样子，比较斯文。你说比较斯文啦，是这样子的男生吗？你把你的个性大概讲一下。谢谢贝尔哦。平常的职业关系是需要去慢慢做沟通的，但是如果一跟我上 KTV 的话，我就会变得很阳刚了。两的布布，两的布布来了。我觉得王子的眼睛感觉很深邃，还蛮漂亮的。哎呦，然后你喜欢的，然后他声音讲话声音真的蛮好听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应该是闷骚型。哎呀，闷骚。对，布布那么会骂人。布布已经在幻想他唱歌的时候，而且布布刚说他眼睛很深邃，然后王子就你很烦。我就观察我的观察。而且王子眼睛为什么深邃？除了他眼睛就有点眉压眼之外，他睫毛超长的，很浓密啊，眉毛很浓哈，睫毛也很，睫毛也很花档。来，米粒，因为就是我有在打工，然后我打工就是在摇饮料，然后就是常会摇到，对不对？哦，这边会很酸。对对，就是有时候会铁手什么的，然后我就一直不是有个机器可以帮忙摇吗？可是摇啊还是要手摇，那你手摇你就没有蝴蝶袖了，对不对？结果这个肌肉好大一个，这边，但是就常常会腰酸背痛，手也会很酸，所以就是一直希望就是另外交一个。对，我想，问一下，刘登的有这职业病的请举手。啊，我的工作因为这边，吃这个也痛。如果是像刘登的话，直接去诊所找他就好了，干嘛刘登啊？还有什么人刘登？我们一下，跳跳，王子你好，我是跳跳。然后因为刚刚看王子的工作，然后王子也说他接触很多老人家或者小孩子，我觉得王子应该是一个很有耐心的人。然后因为我的脾气比较不好，所以我希望我的另外一半是一个就能够比较能够忍受我脾气的，把你当老人家看待。这没问题，他的确是跳跳，我告诉你。还有没有任何问题想法？没有，来看一下王子的生活。我平常的休闲活动就是弹吉他，每当我心情烦闷时，我就会用力刷着我的吉他大声唱歌，随着嘴巴所唱的旋律，烦恼也跟着一扫而空。因为我很喜欢交朋友，所以我自己也成立一个交友性质的社团，我们里面会不定期的举办一些出游然后踏青的活动，我希望借由这个社团可以帮助我身边的朋友，让自己的未来过得更美好。我喜欢有香包的女生，希望有机会邀请你加入我清新健康的美好生活。怎么了？现在状况还不错了，可是刚才听起来有一点点可怕。突然有一阵的狂按。小娜，小娜，小娜。王子你好，我很喜欢你的笑容，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多笑一些。对对，多笑，放松一点。我很欣赏有音乐才华的男生，男生这样子。对，那就是还是有几个问题必问的，就是有没有抽烟，对不对？对，你会抽烟喝酒吗？都不喜欢，都不喜欢，蛮怕的。哦，很怕，也怕烟味。好啊，太棒了。还有吗？可以放心我。王子你好，我想请问一下你的那个网络上面的社团呢，是就是。很多不认识的人都可以加进来，所以就是你出去的话会跟比如说朋友都是第一次见面的吗？我们的会员的方式就是自己朋友找自己的朋友，都是这样子来的，没有不会都不要公开，就是没有完全不认识的人加入的，一定是互相自己找的朋友的。小娜想出了十个问题了，来来来，小娜，我想请问王子，就是说除了吉他，就是因为我喜欢动静皆宜的男生，那请问户外就是跟网站的朋友出去玩这样吗？还是你有特殊的爱好，比如说运动或什么之类的？运动的话，我都会练慢跑，或长跑，因为从当兵练到现在这样。哦，长跑哦。有马拉松过吗？没有啦。哦，那个时候当兵是为了想减肥，然后硬逼自己跑。对，最长跑8000这样子。哦，8000哦。然后现在没有，大概跑3000-5000。3000-5000。对对对。OK， 各位，如果，哎呦，小娜又想出另外101题了，来。你吃不吃海鲜？来，请问。不是，请问王子会介意年龄的部分吗？哦，你会不会介意年龄？女生比你大。我比较注重的是聊得来，互相能够沟通比较重要。心灵层次上面的接触。OK。好 ，Don't worry. OK， 谁推荐你？妈妈。妈妈，好的。平常会帮妈妈码个两节吗？会。
很重要，那会不会要让妈妈健康的？会不会电妈妈呢？不会。你看妈妈出来头发好卷，来王子的推荐。我是伟林的妈妈哦，伟林哦，其实是一个很乖的小孩，他每次到母亲节，他总会想到说他要买一点东西来送给妈妈。对事业来说，他是一股拼命三郎，也朝着多角化的企业在努力。我希望哦，善良的小姐们、公主们，给他留一盏灯。太棒了！赞赞赞！物理治疗师王子用他的笑容留住了四位女孩的灯。当真爱来临时，女孩就会积极进攻，尤其小娜更是对王子展现绝对的热情。就是还是有几个问题可以问的，就是有没有抽烟的呗？对，或者你有特殊的爱好？你是一个养生的人吗？只会介意年龄的部分？女孩们的心思，王子能够发觉吗？好的，四个女生，我们就要进行的是王子的选择。好，四个女生里面。你要灭掉其中两盏灯，剩下两个最有感觉的女生，再对他们提出问题来。嗨，王子的选择，舵手，舵手。好了，好，左边的小娜。右边的糖果。现在王子要提出一个问题来。您的问题是？我想请问两位公主，然后如果说我身上的裤子破了，有一个小洞的话，你们会选择把它补起来，然后让我继续穿，或者是买一条新的给我呢？哦，还是被破，还是被新的？嘿，你自己决定。哎，谁有答案呢？有没有感觉来？糖果，拿针来补，拿针补一补，拿针来补一下。对啊，我可能要看一下是破大洞还是破小，就是破的那个范围啦。哦，你比较实际哦。基本上我会用买的，因为，就是如果那个地方太明显的话，我觉得就是重新买过这样子。好，有答案了，了解了哈，不太一样。小娜跟糖果两个人，你要灭掉其中一盏灯，然后牵着另外一个人的手到中间来。决定好了吗？王子的决定，请开始。Go。新朋友里的老朋友，对不对？来了三四次，差不多两次而已啊。哦，好，好，这个王子的选择，为什么你做了这个决定？这个题目很有意思哦。是因为他把你缝在肉上吗？没有啦，缝在心里。什么原因？因为他给我感觉比较贤惠一点，贤惠一点。然后我比较喜欢他有老师的气质。好啦，问一下糖果，来两次，然后这样就配出去了，感觉怎么样？因为他刚刚有那个还，其实他从头到尾就是还蛮闷骚的，就是跟我们还蛮像的。哦。然后还有他有一个学吉他那个，因为其实我一直想学，但是我一直半途而废。哦。所以他很确定说王子是闷骚型的。你有 sense 到他另外一块。对，他有狂野的内在还没爆发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你就很想要感受跟挖掘。想要了解，那就只好在一起去约会啦。长的过程跟努力，可是最后差一点点，冲过去哦，但是没有关系，那表示
他可能也不是你要的。最少你有努力的过程。Yeah, good, 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我喜欢他地方，主要是因为他让我感觉他是外汇中，然后当巧克力的老师，然后会感觉说，一个男生在外面工作，然后是需要说一个女生在后面支持他的，所以这是我最主要选他的原因。好了，看一看王子的介绍。一碗爱玉加上一点蜂蜜，就是幸福的滋味。一杯果汁加上一点柠檬，就是初恋的感觉。这些感觉我能让拥有。大家好，我是王维硕，是个知名甜品店的店长。我用我的双手为每个客人调配出甜蜜的滋味。今天我来寻找我的幸福。我想做这个行业。为什么？我很喜欢吃啊，甜的东西。哦，那你做啊，你做啊，你开。可是很难，为什么？对啊，首先口味啦，然后要注意里面的材料哦，对你营养，因为你还要新鲜，如果你有不足的话，没有那么简单。那个师傅哦，还要会很多中西甜点，我觉得才厉害。那我们还是吃就好了。我们先问问看这个王子有没有那么厉害，好不好？欢迎王子出场。全糖的笑容，甜品店店长。初恋般的存在，他长得有点明星脸。明星脸王子在线，你觉得他像谁呢？小小的远离办公室，漫步。